大家好，我是罗江浦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十天干，以及在自然、社会和生活之中的应用。这十天干是哪十天干？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。心和壬癸这十个天，或许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：天有三宝，日月星；地有三宝，水火风；人有三宝，精气神。那么，我们把这十天干放在自然里面来讲，这甲是什么？甲就是老子讲的道，创生宇宙的原动力。放在佛家里面来讲，这个是佛；放在这个西方的文化来讲，它叫上帝。可以大家去理解，大家去臆想一下。如果把这个甲放在社会上来讲，社会生活中来讲，这个甲是代表一个社会的领导人，或者某个单位的领导人，可以这样吧。比如说放在一个家庭里面来讲呢，这个甲就是家里面的老大，这是放在这个自然、社会和生活中。当然还有些比较非常特殊的应用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也可以把这十天干放在一个人的身体上，甲是代表是头，而贵最下部的代表是脚。当然从甲到贵中间一个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加上，我们头下面是什么？脖子，是吧？当然这个丙代表是面，丁代表是面部的牙齿，或者在内部代表是心脏，戊是代表是皮肤，己是代表是肚子，丁为代表是人体的骨头啊，心代表是胫骨、小腿或者大腿。放在人上讲，如果又把它放在其他的这个事例中，它又怎么去了解呢？哎，这又很有意思了。这去年有这样一个案例，是关于车祸的案例啊。当时这个情况是这样的，这个奇门局是这样表现的啊，是这样表现的啊。但凡学过奇门遁甲的都清楚啊，都清楚，或者有感觉都知道，伤门代表是车，宫中您来个天柱星，天柱星叫破军之星，为破，车子破了。上层六合，既然是六合，六合是合作干的事情，它就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，或者不是一个车子参与的事情。在这里这个是两个车子参与在一起，合了，合在一起了。而它的格局表现形式是什么？格局的是贵加物，这个格局。我们刚才讲到，当把这十天干模拟成一个人的时候，甲是代表头的，而贵是代表脚的。但模拟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或者模拟成一个车子的时候呢，甲可以模拟成车头，而贵代表是车子的屁股，可以这样理解吧。大家一讲，聪明的大家一定会清楚。而这个格局是这样的哈，刚才我们讲过贵水这个符号就已经代表是车子的尾巴了，而它在前，而物在后，屁股在前，后面还有个物。奇门遁甲，遁甲在这个奇门局里面，甲是不会显现出来的，而甲子、甲戌、甲申、甲午、甲辰、甲申和甲寅是分别遁在这六艺之下，六艺之下。这六艺是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叫六艺。
而甲子就登在了五五之下啊。甲子大家有点常识的话都理解，六十甲子是以甲子来开头，以癸亥来结束的。既然甲子为头，我们可以模拟成车头在这里，是吧？比如说戊和癸这两个撞在了一起，典型的也是一个车头撞车尾的符号。当时判断前车没有什么事，后车车头严重变形。原理是什么呢？原理又要来综合应用，结合这十二个掌声来用了。贵在这个正宫是掌声，掌声是哎还活得好好的意思，问题不大。戊在这是吉星，吉星特别是严重的创伤，在这里模拟成这个车头严重创伤的感觉。当然结果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到达我们预判的地点之后，事情和我们当时预测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前车是个乙马车，后面一个保险杠，保险杠乙马那个带那个叫什么车，皮卡，而后车是一个越野车，撞的是乱七八糟，就是奇门遁甲在十天间在生活之中的妙用，希望大家有所感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